观众真够早，欢迎收看今天的七月二六公视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今次开始来关心桃园市的警方昨昏接到通报，去新屋一大社区掠毒犯，结果伫巷仔口就拄到嫌犯。嫌犯一开始是先假先配合调查，尾仔举刀啊，甲警察抬着伤，就选择去处理啊。后来是来支援的警察去引导掠人，甲伊移送法办。桃园新屋一个正平静的社区，三出现正侪警察，一个人提盾牌。离过下道，两位警察接到线报，到当地查通缉犯，无想到讲嫌犯竟然提水果刀，甲姓李的警察的刀手抬着伤，血流未停。王姓犯嫌假意配合警方查证身份，但从身后取出预藏水果刀攻击李元，造成李元手臂受伤。同仁立即通知消防队到场，将李元送医治疗。并等待支援警力到场后，强势破门将王贤押至逮捕。头壳一个规片的血量，死亡的嫌犯伫咧抬警察了，随便等伊出来。另外，一位无受伤的姓蔡的警察，伫支援警力到位了，甲门展开入去抓人。因为伫嫌犯出来有查到立即毒品安非他命，专案依照妨碍公务、杀人未遂、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加吸毒通缉等罪嫌移送侦办。附近的民众也讲，嫌犯敢那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啊，伊是伊，迄个人是大家吗？有啊，又走了。但是知道警察常来抓，时常来啊，常来抓啊，抓了的关了又回来，关了又回来。受伤的姓李的警察，左手有五公分的空碎，好佳哉无性命危险。目前伫咧南港的长庚病院住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美国加州今年火烧山烧白里，已经烧到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西边16公里的所在啊！恐惊伫要烧到国家公园啊！目前已经烧到6795公顷的土地，啊，那火也搁咧窜，也未受控制。野火愈烧愈旺，伫咧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附近，几落千位民众被迫撤离。布兰洛克是其中一户。We got the call that we had to evacuate, and the fire was coming quickly. 伊带着囡仔重要物件款款的，一人走偌济算偌济，因为伊饲真济动物，无法度全部拢顾着。We were able to get one dog and one cat, and we had to just open the gate to let our chickens save themselves. But we couldn't find Coda. 性命要紧，先走再讲。尾仔因一直打电话问，好佳哉动保公园通知讲找着啊。He is at the shelter right now. We're actually hoping to go get him right now. 布拉洛克的猫找着啊，严格一共2000万位消防员伫咧拍野火。公园讲，伫咧极端冠军甲大数高度的情形下，炭烧的范围愈来愈宽。伫咧马里波萨州附近，向东边一直炭烧。目前面积已经超过500里，火势有10%已经控制。根据气象预报，当地离谷的冠军摄氏37度，规天拢有微微啊风。这礼拜可能拢会有大雷雨。加州科华已经20多冬啊，天气阁愈来愈热，阁较常发生野火。优胜美地有世界上上大甲上古老的红杉树，这个季则因为另外一场野火受威胁，这场野火目前已经控制80%。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烧热。啊，若过道落西北方的范围会变较宽，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的水气会比昨昏小看较高，过道中南部、大台北、北部、东半部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日各地天气嘛是热，气象局有针对6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各地高温有32度至36度，华东全国高温有38度左右。各地中道左右紫外线拢是伫危险的级数，啊，那明仔太平洋高压会减弱，到拜五了哦，咱台湾点伫低压带内底，天气会变较无稳定，因为目前热带系统发展，强度咧行的路线拢也袂确定，所以对咱台湾有啥物款影响，爱阁观察。天气这么热，用电量就继续在增加。昨昏咱国内占风的用电超过4000万千瓦，阁打破纪录，出现供电正暗正暗道的黄灯。另外，最近网络有咧风声讲，因为电无够用，所以政府有规定冷气袂使开收冷。严格经济部是驳回讲，第20冬前就要求有20对的服务业冷气间会当开26度，这甲敢有欠电无关系。
人比较密集，加热的地方会比较闷热一点。二五尖峰时段用电，搁一届超过4000万千瓦，有甲4067万千瓦，创下历史上第二悬的纪录。即马已经热天，政府开始做无电器的客栈，点头的冷气敢是开伤强？政府开始无电器客栈点头的冷气敢是开了伤强？其实大部分的业者拢有手法，包括甲大门改装做是防毒式，较袂有冷气走出去，或者是规片的玻璃窗安有扎一头功能的卡灯。不过最近网络风声讲，政府客栈点头冷气开伤冷，想要来暗砍欠电的事实。经济部能源局八会讲，伫咧2002年3月份，能源管理法增订室内冷气温度限制规定，百货公司、大卖场、便利商店等等11类服务业，室内冷气平均的温度袂当伫咧26度以下。2003年8月，搁再扩大立管的对象到餐厅、白衫店等等，拢总20类服务业。长久以来一直有在进行的，不定期的到各个营业场所去做查核。能源局表示，无定期客栈会考虑天气的状况，若是户外温度在26度以下，或者是落雨天的时阵，户外湿度有到85%，都袂做客栈。违规的业者拢会先看到，限期做改善，一个月了后做复查。若要是违规，相当会罚10万元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昏是汉光38号演习的头一天，即届汉光演习的重头戏是海军联合作战的是大操演。今天早起会在宜兰所有外海举行，蔡总统出英文也会坐军舰出海救援。穿贵身躯装备在防空壕走，后备军人到地下搬运机层堡，准备打击进化的敌军。汉光38号演习如何举行？木羽强军环台在北里海面进化，向首都进逼。南方乌防空壕防卫是国军新制构定了后，后备部队头一届加入汉光演习参加反击作战。对于这次的教招，我感到国军是完整的，这让我们感到有备战的感觉。他人员下车之后，还是得依靠我们步兵，用我们的火力来做对他做射击。所以在这个阵地前沿做鹰眼壁良好的壕沟来作战，还是有必要的。陆军第十军团在基地庙的后廊征用民用车载运戒备物资，严正战争时阵运用民间资源。陆军山东两旅后备部队有300空制人在教调期间参加汉光演习。回到这边就是了解到枪支怎么使用，怎么去调校它啊，它必须要接受一个熟悉到战场上的环境啊，它有针对这个做一个战场抗压的一些心理素质的课程。台南基地 IDF 建国号加驻守家己基地 F-16V 无意去强军攻击，分别飞往空军台东制航基地，飞弹车也为东海岸刷到北南溪出海口，演习期间强军持续威胁台湾。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东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强机透早就分别进入咱西南、东南空域，一直挑战国军典型抗敌的精神。一只海军的7-2在台东避难区出海口，加绿岛中央的海域加入演习，保卫江湖。记者综合报道。那万安45号演习，从下晡1:30到2点，伫大台北演练。大台北该头届是实施车停人数开演练，那无配合的民众会从上关罚15万。今仔日演习的所在是换中部，包括台中、苗栗、彰化、南投、云林、甲嘉义，这所在今仔日拢会演习。警报响起，车路情况。今年台北市万安演习第一摆实施车停人数算，也就是第三个车要马上靠边停车，警员配合引导路车避难。市长官提亲身去市府路空桥、10个区道路防空避难演练。双手加耳仔目睭，用规个避难姿势降低伤害。副市长黄珊珊参加立伦防空疏散避难，到底演练民众也讲，亲像真个共款。这次真的是很逼真，让我们有上了一课。百姓都比较安心啦、啊，因为以前也不觉得说。会有什么战争之类的啊？爆炸声响起，大火乌烟不出来。无意飞弹攻击火林变连锁，官体视察关键基础设施抢救演练了后，讲到这几年强基一直交代甲俄乌战争的爆发，拢显示爱护危机意识的重要性。演习是需要
落实执行的，绝对不是说喊抗中保台就可以解决的。在这个事件之后，再彻底的再检讨一遍，我们要让整个真正的台湾可以达到防空避难的实际能力。蛮汉显示，第一个到二辈，北中南东分区轮流举行。中央规定，直辖市只需要一个立即行车停进疏散，特区特地动员十一个行政区456个里全部演练。老民众经过看到，有关部门已配合，依法应罚3万以上15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再加详细，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新竹棒球场重新启用了奥迪套传出政绩，新竹市政府有承认讲，市府无做到球迷期待，因为赶工造成球场一挂所在做无好势，啊，那一挂较幼老的工程嘛无去进足。目前压力严修的阶段已经有成立改善小组，会随时对外公布改善的进度。来看自由时报，中山大学开发的科学研究的使用的水下载人载具，进行已经完成水下移行系统啊。即马是新设冷气和空气较舒适的系统，要来控制空间内底的上述二氧化碳的浓度，要维持人体感觉较舒适的温度甲湿度。有两个操作人员去测试，一切拢顺利，测试成功。来看中国时报。为了对抗钱变多，全世界即马是进入新利息的循环，加上国际上的战事甲大拢还未收煞，金融市场变数真多，寿险业跌顶半年损失上吊，寿险公司就讲未来嘛无啥乐观，恐惊影响会有一年遮尔久。学者即马是警告讲，寿险业未来会出现生存危机，稳健的金融风台伫要形成啊。来关心到东部有公布上新减班还有休困的统计，顶期已经超过20000人，那这一期又加900多人，目前有21000多人在休无薪假，而且这次增加的人数大部分都集中在制造业。也若台塑在昨天召开年度调薪水的会议，落尾是决定说会调整 4.5%。 我就照你们的意思，这个 4.5% 实质调薪。台塑集团召开年度调薪水的会议，总裁王文恩决定讲要加薪水4.5%，等于是38年来调幅的这个金额最高。他认为，通膨跟物价指数会影响到员工的收入，所以总裁也很阿萨利，他认为说，你们工会提出的，我会让你满意。台塑加薪水4.5%。加的幅度是创下38年来的新高，以薪水55467元来算，平均每一个月加薪水2496元，每一年增加要30000元。不过有企业加薪水，也有人未领休无薪假的情形。劳动部公布上新一期减班休困的统计，无论是实施的公司甲人数，拢比上一期要搁较侪。以各行业实施的人数来看，虽然也是以支援服务甲大小餐饮业占上侪。不过，这期新增加的人数有超过一半拢集中在制造业。不只是因为疫情关系有冲击到这个终端的消费能力，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缺料，还有甚至因为这个通膨的一个这个关系。另外，真多银行的业者也表示，企业实施无薪假的情形，未来会转好也是恶化，拢要观察到第四季。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最新的消息，这是咱国内做牛仔裤大厂上市的公司如兴等。第三暗召开重大信息说明记者会，表示今年7月中高层换人，公司发生重大财务危机。新的董事长洪小华是表示，这是因为政治金的经营团队甲安泰商业银行达成无合常理的措施所造成的。不过证交所是表示，如今的这届记者会重大信息并无厘清问题，所以会罚150万的违约金。是即7月15日。当晚进驻公司，委请专家着手彻查公司之营运及财务状况，不料竟发现本公司已陷入重大财务困难，几无可动之现金之困境，且自去年年底2010年起，有诸多决议及营运架构已然违反公司治理常态，情节严重，几致脱序。
继续关心其他的消息，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咱国内昨昏阁出现两个 BA. 点五的本土病例，一个是去机场接机的时候遇到的，另外一个是伫社区内底验到的。是一个55岁船厂的员工，又住过3栋怡丰社，是中和感染的个案。国内阁传出奥密克戎阿型变异株 BA. 点五本土个案有两例，一个是南部船厂人员，5月18日捌接触确诊个案了后采检确诊，伫7月13日阁出现咳嗽，然后听见症状快筛阳性，PCR也是阳性，检定数是 BA. 点五，是重复感染确诊，家庭接触者3人当中有2人阳性，因为个案伫船厂工作，所以这边考虑118人，其中1人伫国外，1人检验当中，结果是106人阴性，10人阳性。指挥中心初步研判，这是一件技术家庭和职场群组感染。以上所有的确诊个案均为无症状或是症状轻微，目前都在隔离照顾当中。另外一个 BA. 点五本土个案是60多岁男性，7月15日到机场接送两个为德国入境的亲人，等处检疫，其中一个亲人在机场采检阳性确诊，这时阵这个案PCR检验阴性，零加七自主防疫，后来确诊亲人检定数是 BA. 点五，扩大采检了后才检出阳性，基因定数拢是 BA. 点五。那目前3位个案都已经隔离期满，而且都没有什么相关的症状，那有接触者的部分10位检验已经是阴性，另外有2位检验是阳性。国内一个国增加16,911例本土个案，是4月31日来上机，中当症81例，死亡个案53例，其中上少年死亡个案是一个3岁囡仔仔，无慢性病史，无注疫苗，7月1日烧真高，快筛确诊，计刚继续烧到41.1度，赶紧送病院了后，发现意识改变，疑似脑炎，医生恶化抢救不治，未发病到过身只有3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4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17,127例，目前总病例数已经超过444万例。日本是已经超过1,100万例，韩国超过1,9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超过9,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是超过3,3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300万例，法国已经超过3,300万例。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风声8月份要来咱台湾访问，严格中国已经有放条讲，若是安尼，会有军事行动。华语作家即马特表示，美军有考虑要调动航空母舰，也是战机来支援。北京是烦恼，这敢会引起台海重大危机？严格即阵也是有真侪机关是支持佩洛西来咱台湾访问，认为无应该向中国软弱。啊，若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甚至搁伫推特表示讲，伊愿意陪佩洛西同齐来咱台湾。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未正式被外宾访问台湾，中国已经先表示这次军事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政府即马将烦恼佩洛西安尼做可能引起台海重大危机。端拿作家罗金国表示，美国考虑调动航舰或者是战机支援，暗过安尼做可能让中国看作是抢夺，暗过然后轰炸，国惊让中国真会是威胁有效。Weak message for U.S. foreign policy. I urge Speaker Pelosi not to back down. In fact, I think the right approach right now would be to take a bigger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and reach out to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bring them along on the trip.北京虽然无明讲，暗过或亲像释放无希望，这时阵放大消息。美国真侪众议员拢伫推特向佩洛西发声，应该展现力量，唔通向中国霸凌点头。今年3月才放大，前国务卿蓬佩奥伫推文就听佩洛西，佫愿意陪到底来台湾。有关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前国务卿 Mike Pompeo 可能会在今年再度访问台湾。外交部门目前没有接获相关的讯息，也没有评论。中和东籍众议员蒂芬妮·佩利联名致函后，由佩洛西支持中的美国国事一中政策决议案，力挺台湾。按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阁表示，一中政策无改变，会继续保持战略保护。The direct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is no. As the president himself has said,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and we maintain a policy of strategic.
中国军事动作正多，在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过去五年中国军方已经明显更加有侵略性，也更加危险。美国努力加强跟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制衡中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缅甸官方媒体是报讲，军事执政团是以是用领导前进无人道恐怖主义的行为这个罪名，甲四个民主运动的人士处决。这嘛是缅甸对1988年以来头届执行死刑。被处决的46人包含53岁缅甸有名民运人士卓明耀、甲翁山苏姬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71岁前国会议员朴扎亚道，两人拢获动用用反恐法罪名定罪。另外两个18人是被控杀害对军政府通风报信的卢少民。报道当中并无说明四人是伫什么时阵用什么方式遭到处决。个人指出，这是根据反恐法甲刑法规定，缅甸官方根据价格情绪来处罚。一般相信因可能是用加刑。缅甸军方去年之月发动政变夺权以来，判处40名反政变的民运人士死刑，不过并无执行。这次处决是缅甸为1988年以来第一次执行死刑。中国为军政府宣布打算执行死刑了后，在国际之间引起强烈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多半谴责军政府的规定，讲是公然违反个人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联合国又警告缅甸军政府，计划处决政治以及人权行为，可能造成战争罪或者是反人道罪。公视新闻王惠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加拿大温哥华昨昏发生连续枪击案，有一个凶手伫5个无共款的所在开枪，上无有造成2人死亡。啊啦，键盘尾啊是予警方开枪断死。来关心全世界，即马已经有35个国家爆出儿童得着不明原因的急性肝炎。英国上新的研究讲，这有可能跟一款疾患的儿童病毒有关系。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去卫掉了后，即马已经豆豆啊恢复健康啊，上紧伫明仔伊就会当解除隔离。啊，那风声伊按算伫一礼拜会到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位。镜头跟回来，我们来关心年底选战，针对新北市长的选举，有媒体做民调，结果是显示说，目前的市长侯友宜支持度有57%，那民进党的林佳龙目前是21%。针对这个数字，双方都说会用平常心看待。另外在台北市长选战这部分，目前是三卡都的办事，三个参选人也都积极在拼选战。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陈时中除了媒体加网络空战，也要组织动员六千，要举行26场见面会，头一场在江南营票村台安区。不管是蓝是绿是白，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市民有需要，我们就尽量去好好做。伊无当只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吴珊珊，到上烟水产挂吊啊修行。不过，近前国民党郑万安马来西亚体验挂吊啊，吴珊珊受访问的时阵，话中有话。这个是我们3月24号，我跟里长还有戴奇新员，我们一起种的。是我们今天是来收成，不是来割稻尾。国民党的郑万安25公布竞选总部人数，由3立委担任副主委和总干事，两个放弃连任的主席议员王浩和陈英德担任执行总干事。大家也都认为这样的人事名单是最能够贴近符合台北市民的需求，也是最有经验、最有战力的。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林佳龙甲镜头一手，进入行政院官邸参加苏贞昌邀请的新北议员参选人辩论会，寻求支持。大家从各方面交换意见，希望让新北更进步。联合报民调显示，国民党侯友宜支持度57%，大幅度领先林佳龙的2%。侯友宜并无真积极回应。民调都是一时的，最重要，我们还是要认真努力、脚踏实地的好好做事情。林佳龙这边也对这个民调表示平常心看待，希望慢慢啊愈来愈活。记者综合报道。那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香伶昨昏是伫监察院门口开记者会，伊批评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处拢无积极处理林智坚的论文，嘛无对外回应讲林智坚敢有侵害到竹科的权益，伊是要求监察院爱介入调查。
民众党汤市长参选人罗香玲伫监察院门口召开记者会，认为德科管理局到今也未针对民进党汤市长参选人林智坚的论文侵权提出法律行动，是公务人员无负责任、伤过消极，希望监察院介入调查。在期间，包括签约、保密条款、验收过程等等，是否都涉及到图利他人而致本国家的公帑以及资源被滥用，甚至著作权被这个侵占的问题哈？所以我想，我今天到监察院会这个递检举函。赖香伶认为，在中华大学教授何立雄的声明内底，会使看到林智坚使用政府研究案的资料，敢那合情合理，并无合法。贺教授埋了一个伏笔，他说啊，这样子做法呢，大家认为是合情合理，他不敢讲说合法，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违反了他的招标约定的八条第五项，这个是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合约内底有写，若无经过德科管理局的同意，中华大学是袂当将资料予其他的人知影。赖香伶希望政府机关爱站出来维护国家利益。监察院表示，已经收到定情批，刷落来会照定书申办。记者林书豪、曾派文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开十二亿翻新的新竹棒球场正式启用了后，洪佩平讲有问题，因为连续两天的比赛有造成三个球员受伤，而且阁有一挂所在故乡新竹市政府赶紧开记者会，昨昏是表示讲所有的比赛会先暂停，啊，那伫昨昏的记者会嘛有对外回释的，阁讲已经成立改善小组来改善欠点。新竹棒球场日日重新举办职业棒球比赛，原本小连续三天有比赛，因为手袋出问题，前两天就三个球员受伤，二是比赛紧急划停，搁改至于开十二亿经费重返的球场，是安怎会安呢？二十五号市府出面对外说明，新竹市政府团队责无旁贷，必须负起责任。发现缺失就来改正。新竹市立棒球场在108年和施工厂商完成签约，109年和龙来球场公司签约，因为赶工造成球场养护工程细节的不足，对此是否要再次向球迷朋友、向球员们致歉？针对球场的缺点，球工刷下来改善工课，会找营造公司、球团做会讨论，一定会对球迷、参球员负责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草皮跟沙的之间的养护不足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改善的方式呢，也唯有时间能做最好的改善。所以我们后续会在这3到6个内会做定期的草皮养护。新竹市议会今天就会有几位议员同仁跟我共同提案，成立跨党派的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未来会加强督促棒球场的安全设施改善，共同保障球员与球迷的权益。在都顶番启用，就造成球员受伤，公共设施无真侪缺点，唔拿球员无多放心比赛，无球迷质疑。新竹市议会提案成立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表示会要求市府针对缺失尽快改善。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上礼拜五，艺人林志颖开特斯拉的轿车，在桃园中正北路弄到分界道了后，规台车都火烧，伊家也后生被救出来，目前伊伫病院治疗。伊的家属昨昏毛开记者会，讲伊即马已经清醒啊，意识清楚，会当简单对话。也毋过，为虾米会出车祸，目前也讲袂清楚。艺人林志颖经纪人陪林志颖的小弟林志欣在车祸意外了后，第二摆对外开记者会，带来林志颖已经清醒、情形稳定的好消息。林志欣表示，这几天林志颖太太陈竹琪拢伫个病院陪伴照顾，亲人也想要问意外迄时阵的状况，啊，不过目前林志颖也无法度讲出完整的经过。我想要等到自己身体状况更好些，才能与相关单位进行说明了。也请社会大众不要再继续讨论或揣测事发的经过。
林志颖在车祸当中，真侪所在受伤，甲骨头进去。经纪人表示，医疗团队已经予伊上适当的照顾，目前病情稳定，也因简单退回意识正清楚。医疗团队随即会进行手术，不过因为温书未对外透露病情。对大家关心车祸发生的经过，林志颖亲人强调，真相只有当事人上清楚，等到林志颖状况等候，会向相关单位说明。林志颖的亲人讨论，无希望浪费社会资源，未来未阁开记者会。这几天也陆续联系第一时间叫出林志颖病件的民众，希望能亲身表达谢意。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好上头，咱镜头来台东。台东县政府甲航空业者合作，要推出高空跳伞的表演活动，已经有向民航局提出申请，即马是进入实际操作的审查阶段。二五的时伫碧蓝书展文化公园的天顶起跳，毛顺利完成表演。三个高空跳伞的教练，为13000英尺，差不多3000多公尺的高度，为飞轮机跳出来，安算降落伫碧蓝书展文化公园。拄好伫个公园内底散步的民众，拢伫个欣赏这个真海里看的画面。头一个降落的是罗西阿杰的教练，伊精准降落伫个目标区内底。也那第二个到位的，伊的降落伞甲乌克兰的国旗是同款色水，有蓝色甲黄色。伊是乌克兰的教练，嘛同款准降落伫个目标区内底。降落了后，罗西阿杰的教练甲乌克兰的教练互相打手，庆祝试跳成功。二五伫个台东高空跳伞的活动，是政府甲民间的业者合作。要来推展东部空域高空跳伞的表演，向民航局申请试跳验证的申票。其中还有一项，是在咱国教练的双人跳伞试跳冇成功，成做国内双人高空跳伞的头一个。那若是选定 OK， 我们就期待能够在八月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高空跳伞的表演，做一个让大家也安心啊、哦。这第一次的这个民间的这个跳伞表演呢。是合乎国际的这个标准，然后跟规范在走的。台东县政府强调讲，八月份敢会当有高空跳伞的表演，要阁爱由民航局审定了后才会当来实施。也那花东唱歌的空域已经有热气球、甲飞行伞，也阁有空中导览的活动。若是有顺利通过审核，未来东部空域的活动会阁较多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满道农会最近有举办一场真特别的毕业典礼。那毕业生拢是绿色照顾站的成员，是一群已经退休的阿公阿妈。因袂输大学生出业同款，嘛展现时代食甲老学甲老的精神。穿学士装、手提证书，欢喜的翕相。这群老大人平均年岁已经超过65岁，因拢是台南麻豆绿色照顾站的学员。即阵课程结束，拢会特别举办毕业典礼。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安尼来这个。这个绿洲安尼吼，就即个安尼老伴安尼斗阵安尼吼，卖一寡老人有者即书卖书义证去。啊，阿妈穿着即落讲啊，做大学毕业的服装，哦，有够欢喜啦，足感恩的啦。农村的人口老化愈来愈严重，农委会透过地方的农会成立绿色照顾站，办理在地食农、艺术、料理等等多元的课程，结合养生保健的观念，和一挂老大人会当做伙学习改新闻，愈老愈活力。我们是希望利用我们在地的绿的作物的部分，包括我们用绿手做绿疗愈，然后做这样一个活动的安排，让他们可以一个礼拜有几天的时间，然后到外面来走一走，然后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今年特别安排他们租了学士服，让他们穿，可以让他们像念完大学，然后拍个学士服照。绿色照顾站让这些老大人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在退休了后，还可以稍少做伴，透过在地自然元素打造特色，让社区再活起来，开创绿色产业，让少年人回乡也是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嘉东的乌拿社区，最近是正拍拼咧发展因的特色。这些居民大部分拢是靠掠鱼讨海专家，伊即马是利用大海捡回来废弃物来做艺术品，增加社区。希望好来遮行大游客，即看到对当体验，知影讲即马因伫渔船。我近嘉东的乌拿社区，会使看到七彩的巷啊，佮行入去社区古店内底。连楼梯也是五花十色的海底世界，原来这都是居民结合大海的废弃物用心设计。像这个海边近滩常捡到的这项浮标，然后我们配合上我们渔业常用的科线绳，然后去把它做成虾子的形状，甚至说是我们
在地的特色养殖物种龙胆石斑或是五仔鱼，还有甚至一些可爱的狮子鱼，是利用浮标再加上我们一些回收的那个鱼罐。阮阿社区去掠鱼和养殖业来讨谈，为着要甲在地渔村的特色展现出来，即个就社区的祖孙啊，做回来画图，古锥的背景，互人真心熟。行出去外口，会使看到另外一个核心城打造的花园，同款使用大海的废弃物，会使做出即马造型的椅啊，满是外形的水果，变化搁较丰富，而且搁愈有渔村的代表性。冬天抓鳗鱼苗，啊，春夏抓螃蟹苗。那这样子的用意就是要让我们渔民能够抓更多的鳗鱼苗跟螃蟹苗，让他们有大丰收的感觉。那融入这样当地的渔村的元素、哦、希望游客来能够放慢脚步，像鳗鱼一样、啊、在这边慢慢的游，慢慢的游玩。带小朋友来这边玩很好啊，小朋友最喜欢玩沙。啊，这边你看那么漂亮。打拼在经营社区营造，我们社区的居民望家己住的所在愈来愈水，让在地的囡仔生个欢喜，也吸引外地游客来行搭。记者综合报道。本话先简介来看，国立台湾博物馆最近在举办二战过后台湾现代建筑的特展，小介建筑师最多，而且嘛，让民众会当了解咱台湾的建筑师。影片是台湾早前高等考试，也包括建筑相关考试。台博馆最近举办二战后台湾现代建筑师制度的演变展览，小介殖民时代到国民政府沿用南京制度，佮到美元时期树立现代体制，建筑这个行业的历史演变。美元的时阵，美国人用这种贷款给你吼，伊其实爱看你诶摕出来设计图吼，伊爱审查。啊，新扎的话吼，爱照伊的规矩，就是因迄时间图的即、這个诶画法，甲咱较早惯习的日本时代迄种方法完全无共款。亲像刀剑签名的方式，就应用到现代。台博馆表示，即个展览小介建筑技术到建筑师制度化等过程，民众嘛通透过内底几个重要建筑的资料文件，认识无同时代建筑背后的时空背景，亲像大家熟悉故宫博物院。1960年代的台湾是甲中国大陆，吼，是伫一个对抗的即个状态。伊对方迄边咧文化大革命，咱这边咧做啥？中华文化复兴的运动，所以到尾也起出这种中国式的即个博物馆的建筑。台博馆表示，民众通对馆内建筑模型、历史年表等文件，回顾台湾早期建筑发展，嘛呈现出无同世代建筑人安怎伫困境当中来改造实际环境。记者陈阿文，台北报道。为了要庆祝社区有新的活动中心啊，家己落草的时段是亲像做展览，家一块一块态度打出100度，增加新的社区活动中心。提针啊，加灰仔针，是大一块一块用钩啊，甲灰仔针连起来。家己原落草乡落草社区甲西镇社区的是大，做好用灰仔针创作在地艺术作品。那做那学，当然是无接触的时阵会感觉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在咱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教导的指导之下，咱会感觉那学那做会那简单，会那有成就感。咱希望用这样物件，透过这个文化艺术。诶，即个活动，把即个物件显现出来，啊，互搁较侪人来到鹿草的时阵，会当看到因地方的特色。是大甲鹿草乡在地的特色画出来，搁配合灰仔庄的展览创作。老师表示，伫展览的过程当中，色水的配合搁有安怎来加灰仔庄，拢是美感。大部分拢是展览的部分较困难，画图，比画咧问题展览的时阵，咱咧做迄是有专门无共款的。技术啊，所以对因来讲有淡薄仔困难安尼。啊，阮会在边啊，甲因指导。家己讲文化基金会表示，伫鹿草文化学堂附近，鹿草甲生济两个社区做伙使用的活动中心就要起好啊。透过即个艺术下乡的活动，毋仅是带会当学着新的工艺，嘛顺续增加社区的公共空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甲劳工团体昨昏有陪31个菲律宾的移工去高雄市政府门口靠抗议，
这一天因是指控说因为去申请入住争议，结果却遇到不公平对待。这三十一个外籍义工，拢是南阿坑加工区男子电子的员工。因四月要向劳工局申诉雇主欠加班费，和因的薪水单无英文，阁有膳食费、税款等等的问题。不过劳工局把案件转予无翻译人员的加工区管理处，规个过程因感觉真无公平。Please don't treat our case like a ball that you pass on to each other. We need help and not unfair judgment.明明知道这样的回复没有充分调查，甚至不懂相关法律的规定，我们要问劳工局，这点点不出声吗？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指出，根据雇主聘雇外国人的管理办法规定，和外国人的工资要用双语的薪水单，因嘛质疑劳工局甲加工区管理处是安怎分工？对，法律上开始是有一个分工，啊，起码因家表达的是讲，这个分工可能无解明确，还是讲无解合适的所在。我想在会后哈，我来向相关的部会来做反映。第一个，他可以。透过救济的方式，就是行政机关里面做调解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最新的法令规定里面，在劳动处理法里面也规定，他也可以到法院里提出所谓的调解。劳工局表示，因为这个案件的劳务提供所在属于加工区管辖，劳委会加工区调查认为，男子店主干那加班超过46点钟有违法，其他项目拢无违法，那是合约问题，伊讲会当阁申请调解。记者邓阿文、罗威泽、高雄报道。来看两位铁人三项的选手伊登，二十个时伫加拿大公开赛摕到冠军。伊就是之前头壳顶滴咱杨波顺德宫的帽啊，引起国家注意的迄个选手。伊讲伊从2019年开始，近摆有戴这顶帽啊，参加比赛拢会使摕到冠军。啊，那即摆嘛同款，嘛是同款戴这顶帽啊，伫加拿大公开赛摕到头名。正声一响，37岁参赛选手跳入伊子夜开始铁人三项的比赛，第一项的游泳，最少2公里。上花的时阵，男子的选手薛曼暂时领先。要参加比赛，挪威选手伊登游泳排第十二，要赢在自行车80公里比赛，因为爱戴安全帽啊，所以无看到伊的面。伊在自行车骑第三紧，1:44.14。到伊登上高的路跑，伊得到保险顺德宫的帽啊，正紧就入到第三名。伊登加暂时第二的英国选手伫咧比紧时阵，对手因为救军停来接受治疗，伊就变做第二。未按照第二伊头前，刚刚是挪威东北的选手布朗曼菲特也救军，伊登就顺利超车变做第一。上尾啊，伊登伫现场观众的呼声中，第一个走到终点，摕到今年加拿大公开赛冠军。这是伊得到顺德宫的帽啊参加比赛所摕到的第7个冠军，也伫这顶帽啊伫咧颁奖台开香槟庆祝。伊登是2019年伫中华保险顺德宫的帽啊，伫法国尼斯第一遍摕冠军，也和这顶帽啊庆红。所带来包括今年加拿大公开赛，只要伊伫这顶帽啊参加比赛，拢顺利摕冠军，也不受邀请来台湾访问。Hello, my friends in Taiwan. My name is Gustav Eden,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aiwan. 这边摕冠军，伊登也伫咧 IG 顶头打摕到冠军的相片，得到各界祝贺。有网友老话讲，就是这顶帽啊。伊登伫比赛后也握住这顶帽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受战争的影响。即马国际相关物料，亲像是麦芽、面粉、油价、关物料拢得起。菲律宾有一间做胖的老店，为着无要起价，即马甲胖做较细粒的来控制成本。啊，那奥地利毛胖店是即马硬经。加上即马阁欠工，有影是无米兼存过。胖店的师傅透早就无用搅米粉、软米粉，所来则行一粒一粒大粒阁好食的咸胖。不过这种生活，却因为全球的米粉也甲米油的这些原物料一直起价，强要挤十倍掉。Price increase on raw materials,
from 35 grams 用pandesal 拿面。咸胖阁叫做善恰人的面包，是菲律宾人主要国民早餐，一个卖差不多台币1.3，真侪人拢真介意。疫情转好了后，人客拢转来，本来胖店是期待生意会较好，不过却拄到全球通货膨胀这个更加大的难题。菲律宾为去年底到即马，胖一定爱有的材料，像讲面粉、盐、糖，起至少30%。胖店甲胖做较细料，通维持袂过，啊，不过也是对袂着原物料起价速度，这予人口真侪家庭避免扩大的后患。奥地利维也纳历史上久的胖店叫做亚瑟格林，我来面临开店以来上严重的挑战。奥地利目前通货膨胀率起价50年来的新高，加上年油伫半年来就起2倍。头家讲，较早2年才起一届，今年才过一半，都已经调悬2届，互伊更加烦恼的唔难安尼，因为人口高龄化、欠工的问题，互生意强要做袂落去。Aufgrund Mitarbeitermangels eine Filiale gesperrt haben。奥地利经济分析师指出，欠工问题伫未来3-4年还阁会持续出现。面对全球失控的通货膨胀，中小规模的店头企业影响上大，无法度吸收加出来的成本。这些小本生意因为疫情影响真大，即摆真正叫做无米兼轮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三创三奈三星电子昨昏抢在咱台积电头前发表全世界头一批3奈米晶片，而且阁加请遐举办出货仪式，要甲全世界讲，即卖因伫晶片的制程是全世界招待生。也毋过即卖外界较好奇、较好奇的是，即批货的客户到底是谁？台顶的官员最近是表顶的开关，两位3星的员工就摸到3奈米晶片出来。3星为了要伫咧晶圆代工技术超过台积电，就伫6月底宣布3奈米晶片开始量产，无讲一个月就讲完成第一批生产作业，美国国办出货仪式。半导体产业持续成长하는기반이되어주고삼성파운드리가선단공정리더십을확보하고파운드리시장성장을주도하는데크게기여할것으로기대합니다照三星的光环，因为3奈米是采用宽色杂极技术 GAA， 甲现有的5奈米制程比，用电升45%，性能提悬23%，晶片面积缩小16%。严格无公布制程的量率，也无公布有偌济客户，第一批是啥物，也袂讲。三星首先推出3奈米先进制程，受南韩政府全力斗相共。자동차인공지능로봇등반도체플러스산업이최첨단반도체를활용하는수준으로성장하도록정부로서지원과협력을아끼지않겠습니다三星野心真大，去年宣布1320亿美金的投资计划，也按算伫咧2030年被超过台积电，成为全世界上大的晶圆代工制造商。不过台积电伫咧早前曝光，3奈米制程依然按照原本的计划，伫今年下半年量产。因那2奈米的制程规划2025年量产。照全球市场研究机构一帮科技的资料，今年第一季台积电晶圆代工营收市占率53.5%，排世界第一；三星是16.3%，排第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关心环境，美国西部现在是科华很热烈，为了要欠水省水，洛杉矶现在提出进一步限水的措施，亲像草埔啊要转水，一次只能转8分钟，而且一礼拜加减2次。当地政府也派人去巡逻和监督，看民众敢有守规矩。警察阿亚拉每天都会开巡逻车来驻地库巡，只要看到所在积水就会停来看。包括加州在内，美国西部地区几多年来拢酷化，全球暖化和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伫咧水库溃烂的水位降到历史新低，洛杉矶当局正有新的限水措施，草埔啊压水一礼拜限定2遍，一遍8分钟。We are in the most restrictive phase we've ever been.Previous to that, we were in phase 2 of the water conservation ordinance since 2009. So we've been doing conservation here in Los Angeles for a very long time. Ayala 所属的省水救察队一礼拜就要调查几落百件来自社区居民偷窃水的检举。Ayala 讲，若是发现居民违规的证据，一开始会先警告，若是搁犯会罚200到600美金。
那到第五遍就该装含水的装置。A lot of times they don't know about the ordinance, and that's our job to educate them. We first and foremost want behavioral change. We're not looking really for their money. That doesn't get us more water. We're trying to get behavioral change. 当局讲，省水救灾队已经有效果。六月自提区用水量，甲去年同一个月比有减少。因故为了要进一步省水，居民开始改变家己厝内景观。进前民众拢伫咧厝门前的种田、种草埔啊，因故要种了水，水正相当。所以即摆有真侪人拢改种适合当地沙漠气候的食物。And the reality is that these kinds of gardens would be fine on that amount of water. In fact, could do with less.But our traditional lawns can't survive on that. So people are really looking for what is possible. 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译。天气报的在来关心，今仔日高温会小可下降，也毋过同款也是真热。今仔日过道落雪北方的范围卖较宽，啊那拜过了后，咱台湾会点滴个压带内底，天气会变较无稳定，啊那各地雨水卖较高淡薄。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二十七度，上高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高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34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去9点，咱再会。